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立夏 Kelly 啊，我是2019年 USA 美国亚洲太太纽约市冠军，也是中国温州的冠军代表。我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 Blue College 会计专业，所以现在在一间航空公司里做会计师。我是两个女儿的妈妈，我希望我的宝贝们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，成为社会上有价值有建树的人才。我很开心能够成为今年的美国亚洲太太，在这个平台上去表现自己。正如今年的大会主题，福利红砖掌风雨，好好展示自己最优秀的一面。参加这次比赛是一场充满美丽智慧的挑战，我今年能够站在美国亚洲太太这个舞台上，对我来说并不容易。我曾付出很多时间及毅力去学习，我希望可以通过这次比赛去提升更全面的我。我会用心做好，希望大家支持我。我是林立夏。